怎么走啊？你要怎么走？走山高，应该是吧？我不晓得，如果高速公路就直接走到那个什么嘉义那边，走到山高啦，然后接一高啦。对。然后到了什么嘉义那边，就是下去，其实也不用下，要接一个82，是不是应该说往东石的方向之类的？好啊，我等一下 Google 给你。应该还好哦，反正到了附近再去。那这样子可能6点前就会到了。怎么样？昨天还没睡着啊？昨天有，因为昨天宿醉，所以一整天都没有睡觉，晚上就还好睡。你现在一直在拍了。